个今天是做照烧鸡腿哈，照烧鸡腿，美国鸡腿，跟这照烧的美国鸡腿哈。好，那我还是呢，因为我怕你买到的时候在这里要出来，买到的时候就说啊是没有去骨的，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去骨？当然你在市场可以叫老板帮你去骨，那没有的话呢，我怕朋友是刚刚是第一次上线的，没有看过老师之前呢，有那个。气骨的那个，好，我就把这，我先把水分分上干哈。好，那这只来看一下。我们一开始从气骨来教你，还是从头画。看过的朋友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这种东西熟能生巧，就熟能生巧哈。来，好，我们要来气骨喽。哎，对，我们来气骨哈。来，好，来。这骨，你买的鸡肉是这样的，鸡腿是这样哈。是。好，我们这样。往这拨，来搬一下，好，这边搬一下，来用这尖刀，它我是搬一下就是两，主要让你看这边有个大骨，有没有大骨？你不要从大骨下刀，你就切不进去了。好，我沿着大骨旁边这样斜进去，来看一下。我们 Peggy 呢，现在很专业的哈，那把它，我们把镜头带得很近，来这样，好，将这一块就切掉，不要，这个是熬高汤。最快就熬高汤，好，那呢，你要顺着弯弯的地方，也是内侧，它是弯这边，我从这边；它如果是弯这个方向，左脚右脚不同的话，我就从内侧切就对了。来，你看我在大骨的边边，我用尖刀的地方，哈，看我今天下刀，好，再画个刀纹，哈，好，你两边都先把它画起来，是，好，两边的话，这样哈，每一次如果有用到棒腿的部分呢？我就直接教你们去一次骨头哈，多看几次就熟练了。当然也要自己的练习。它这种尖刀才好处理哦哈，平刀口的那种片口刀，那个中式的菜刀不太好片哈。好，一定要尖刀就对。好，对，来，你看，现在先让骨头露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在中间的骨头呢，中间有个筋，我从这边筋把它切掉。是。切断之后呢，我就沿着这骨头，我就现在就变成这样了。这骨头这一侧，这样画一个旋转，好，这样这个骨头这样轻轻的就可以下来了。是。好，像前面的骨头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还拿得很干净。好，另外这边后面后半截的骨头呢，好，我也是这样子画过来，它也是对着我这样子，好，旋转一圈。对。然后沿着它的这骨头旁边这样下刀下来。小心手哦。哎，对。鸡腿还是很大只，大家还是很大只哈。对，这是美国进口鸡腿哈。美国进口鸡腿的鸡腿真的蛮大只的，而且很好吃，肉质很好吃哈。嗯，因为它有那个 HACCP 的检验认证 ，HACCP 就是全世界有200多国家都有这个认证哦。嗯、台湾不是这个认证，台湾是都是啊、就是标准的认证不一样的，所以它是非常的严格的，非常严格的，所以呢安全啊，品质绝对安全哈。而且呢，它品质非常的好，因为它在负-23度下急速冷冻，急速冷冻，所以它就保持它的鲜度哈。那我们这边是它18度，所以已经不错了哈。这些多余的看一下，多余肉呢，我就把它切掉了。嗯。多余的皮啊、脂肪啊哈，它吸嘴啊，是多余的，不要把它吃掉。好，那我今天做三只了哈，我做三只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要怎么来处理它啊？怎么处理它？好，虽然这道菜很普遍，但很多家庭大家都会做，但我们做得好吃，这天天就马上有人觉得，哎，它是属于便当菜、下饭的菜，嗯，凉凉明明甜甜咸咸的，那个打油桶的味道哈。你就到餐厅吃，其实一只的鸡腿吃起来就很贵了，那自己在家烧哈，你可以啊、在外面吃一份的照烧鸡腿，你可能呢就是在家里可以做2至3只，差很多。好。那这样呢？这现在已经这样起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将肉厚一点的地方稍微片开，这样比较容易熟。这边肉比较厚嘛，把它片开，肉比较厚把它片开。好，这边肉比较稍微片开。好，那、记得还要断筋，怎么断筋呢？你看肉厚的地方我把它片开之外，断筋是顺着这样子断。好，但不要把它切断。断筋的道理呢，主要它不会缩那么厉害，它会缩，预热会缩哈。你看。我这样，哎，不用灯哦，好，这边，
是不是那里筋长断个筋？你看它是很明显筋是连在一起的。对。那里面断筋的话呢，你鱼一肉就揪起来，缩起来了哈、哦。很小块。这样就不会太小块哈。好，非常实用的菜色。好，你就照它鸡腿换啦、啊、哈，然后再弄个青菜这样。是。那你要花椰菜也可以，或什么菜都行。嗯。那我今天呢，我被带来了节瓜。好、哦，那我现在在开始预热了。我今天打算做三只鸡腿，哈，三只鸡腿。嗯。好，江西一只，佩奇一只，哈，还有我们村子一只，婆婆不吃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跟食材借油，我的锅子里头并没有放油，哈，最好要不粘锅哦，你会粘锅你就麻烦了哈。嗯。我稍微加热一下哈，啊，我的江西肉啊，皮朝下。嗯。就是皮，我们先下去先煎，对不对？先煎，对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就是不用油，哎，对，找一些食材借油，我们不需要油哈，跟食材借，因为鸡皮本身会有油嘛哈，本身会有油。好，然后我们切好几条恰恰，嗯，切好几条恰恰之后呢，我们在那个宽面，我要两面煎啊，两面煎，嗯，好，我们稍微照顾哈。用铲子，再用等下再翻，不急的翻哈，不急的翻，它没那么快，它没哈，来看一下，哇，有点黄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黄黄，而且出油，对，你看锅子里头就出油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跟食材借油哈，食材借油，它不需要加油的，你看哈，嗯，好，然后我现在煎的时候呢，我来再准备它调味料哈，嗯，来，这调味料我们注意听好哈，就像我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呢，来。记录一下，葱烧酱有时候你上去看呢，有各种的配方。那老师这样，我觉得是很不错。来，酱油三大匙。嗯。好，我三只鸡腿花用三大匙酱油。啊，酱油那红酱油哈。然后这里是味淋，一定味淋两大匙。酱油三大匙，味淋两大匙。这是胡叶米酒，老师习惯用胡叶米酒哈，你清酒就行了，不要那个就是料理酒，那是。不是真正米酒哈，米酒也是两大匙，3:2:2，然后呢还有比二，这里有两大匙冰糖，冰糖呢会带点光泽，亮亮的光泽哈，那要让你的光泽。好，这里水呢半杯，是，好，半杯的话是120cc 哈，嗯，好，这样总的调料把它拌好，冰糖不容易化没关系，我下去的，好，我就倒进去喽。好的，总的调料我重复一次哈。三大匙酱油，两大匙的味淋，两大匙的冰糖，两大匙清酒，半杯的水，这样全部放进来，将它烧开。烧开之后呢，我就要弄小火了哈。烧开之后转成小火，这样来烧，这样子我这边就立刻可以收起来了。嗯，好，到目前为止都 OK 吧？好，都 OK 哈。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家常菜啊，但是很实用，非常实用哈。每个人有每个人配方，但是呢，啊，给干锅没有关系哈。用皮先煎过之后，两边煎恰恰，然后再把两边煎过之后呢，等一下也是要翻，是当然入味，只要入味。我先让皮上色一下哈。嗯。那我要盖上盖子哦。好。盖上盖好，调小一点，调小一点烧，汁一块收汁的时候有点。稠稠的时候就很好吃，也不要收太干，那汤汁拌法非常好吃。对，尤其是你带便当的时候呢，那个蒸的时候呢，那汤汁渗到米饭上，很香。对、啊，好，那我现在盖子让它焖它。好，好，那我说我今天呢要用节瓜。哦，来。我要用节瓜来当我的配菜，因为哈、哦、五皮五瓣嘛，爱五菜干，啊、哦，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。不要全部这一盘都是肉，所以我要有点青菜。另外像节瓜也很多哈，节瓜很多，然后我用节瓜来处理它。然后我节瓜，我今天我不是要泡丝，我也找不到泡丝的刀子。我刚问小黑哪里买哈，他说那个那是什么？乐康屋有卖哈。好，我还在找寻。好，那我是切片的哈，就像西式的做法，很简单的意大利式的做法。换你等朋友来煎啊，两面煎哈。来，你看，这头我切不要，差不多1公分左右的厚度，是，带有一点厚度哈。节瓜煎也很好吃啊。我们上礼拜是用黄节瓜，对不对？
好，我今天用栗节瓜哈，栗节瓜比较好买，而且它比较可以存放很久。黄节瓜的话呢，就是啊，不能放冰箱啊，那个谢家华讲的，放冰箱三天就这样给你看哈。啊，如果说到外冷藏的话，还可以放一些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移过来这边，啊，这边在焖烧这个哈，大概要焖多久呢？多久啊？要看呢，因为你的火锅的大小，你每人的大小韧度不一样，这一块收汁就行了。应该就是对，应该就自己可以尝那个尝，看光看就知道了。是，汤是快收汁的，你就可以就好了哈。好，它你中间你是可以翻的，你是可以翻哈，翻动它，让它两个两边都能够味道能够渗进去，是，因为它汤汁还多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还可以再收它。好，记得有糖的东西很容易焦，来，请看一下。现在我翻面过来哈，现在还在煮，还要收汁。对，有糖的东西很容易焦，所以你火不能太大。是啊，那之后呢，因为我们煎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很快熟、很嫩的，很好吃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请移到这边，镜头移到这边来。我这边今天开了一个新锅，是一个那个铁板的那个就不粘的锅，而且呢，我一直怎么印象中我的是方形，啊，怎么拿出来就变成长方形了？原来是牛排锅。你看这个长整块牛排煎起来不是有温度吗？鱼煎起来有温度吗？对，就很漂亮，很漂亮这样。对，所以我的节瓜呢也是一样哈，我放在这里来，你看我就直接放上去煎，它这样就会有纹路出来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对，会有纹路出来。对，节瓜，节瓜现在正是季节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很多。那天营养又好吃，这个就是那个苦茶有那个姐姐给我，她说现在高山的节瓜很好吃。是，为什么那么漂亮啊？嗯，我又拿了四条回来。好，这边好啊，这排起来看起来好这样子，好可爱。其实你西式的一般就这样子哈。对，好，我现在有点大，那我在上面呢撒点盐跟胡椒。哦，就好好吃。你的锅子里头涂点橄榄油，然后呢撒点盐跟胡椒，这样两面煎黄黄就很好吃了哈。是，嘿，对，我先等一下再撒一边好了，好，因为我怕撒了一边另外煎起来黑黑的，然后正面的那时候就煎哈，来，我让它煎一下哈。对，节瓜超好吃的，大家都很爱。因为它有糖的东西很容易那个什么焦掉，容易焦，所以要来。你看，这也很快就熟了。有烟哦。然后鸡手汤汁还蛮多的，不用担心哈，不用担心。好，然后再收汁，然后再收汁，我让它这个面收多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是底朝上，是比较漂亮哈。来，好，我们继续让它收汁，然后我来煎我们的节瓜哈。要翻面了吗？我要试看看，它纹路是不是出来了。哦，有一点纹路了哈。好，可以再一下下，对不对？那纹路更明显一点哈。是。今天这个新开的锅哈。好像多煎一下，它的纹路就。就出现了，是。对。好，来，那这时候在上面撒上胡椒、胡椒跟盐哈，让它就有味道了。盐跟胡椒，好。火要小一点，因为有点烫，会不能太靠近。我从第一个来哈。这个减肥的朋友可以多吃它，因为很低热量。对对对，我看到减糖的朋友都在吃节瓜哈。这是钻石盐哈。是。你玫瑰盐也可以，钻石盐，好，一点咸咸的，不然淡淡的不好吃。好，这样。是。不干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也在煎黄，这就是我今天的配菜了哈。好，这边火来开大一点点，来准备收汁。这样很简单吧？对。好，你看有纹路的节瓜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好，甜蜜的，我讲了甘甜蜜的哈。好，像说，因为你慢慢收汁的时候，就会慢慢上色。是。慢慢收就会慢慢上色啊。好，那我们慢慢收汁。哇，快收汁！你看看，来，这个汁液我们不要把它全部收完，对，要留一点点，要拌拌，对的，这很好吃。来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靠近来，我们镜头靠过来，好，看看在这里头，
够美吧？哦哟，好亮哦！好，那我要换那个熟食砧板了哈。嗯，换熟食砧板，因为我们要，我今天不要整只排，我要整，要把它切好。啊，好漂亮的颜色！啊、这个它收汁之后就因为加糖，所以超级很亮。对，加了冰糖会有光泽亮亮的哈、嗯，会有光泽亮亮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记得起来是再沾一点汁液，嗯，这样子收汁了，对，快快快，就是要留一点点的汤汁，不要全部收干。有点汤汁，然后呢可以淋在上面这样子。是啊，我忘了拿个白芝麻，我等一下嘛，等一下撒点白芝麻哈。我来将这鸡腿把它切上，哦，三只切起来蛮多嘞，好来，嗯，我切大块。阿贵说撒上白芝麻就好像，对，这个照烧非常适合白芝麻。对，就是要白芝麻。嗯，白芝麻也很好取的，家里都有。对，来，我这个都切成三块。有没有在流口水的？对呀。嗯。好，来。然后排上来哈，嗯，大家都是饿了饿了饿了哈，这个很正好适合下饭跟便当菜哦。对，很适合下饭跟便当菜，没有错，嗯，而且好简单，很简单，对，很简单，你的配那个调味料的比例 OK 就行了哈，就是自己如果想甜一点就放多放一点糖，想咸一点自己，对呀、啊。就是、像你如果是蚂蚁的话呢，哈，你就是多放一点，甜一点哈。好，我说我这汁有一点汁液还在淋在上头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一点汤汁，不要烧到都没有汤汁的。嗯。我今天烧了恰到好处，那勾勾凉凉勾勾。嗯嗯。这样对不对？是。好。好，这样是汤汁。OK， 哇，太棒了！我这里稍微擦一下。好，我的白芝麻撒上去，这里有三只的，哇哦，像蜜汁鸡腿哟、哦。对，蜜汁鸡腿。那我要来夹我的这个节瓜在旁边，来，我们过来，来看一下节瓜哈、哦。放在上头，很豪迈的放在上头、哦。下酒菜也不错。是啊，没错没错。好，这刚好是一条节瓜。嗯。好、哦。哎，这样子很简单嘛，一盘菜也是算是请客的一盘菜色的哈。我上面用橄榄油来煎，然后上面撒盐跟胡椒，这样。嗯，对，而且外面一份照烧鸡腿不便宜耶。所以我说，你吃一根鸡腿在家的可以做三根啊。真的、哦啊。对啊，当然在家做经济实惠啊，经济又实惠。嗯。这块好像多出来了，我们就是自己吃、嗯。好。好，来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你还喜欢的话。我这边有准备一点香菜，在这个地方，哇，好美哦！空的空隙的地方呢，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这样子很简单又实用的照烧鸡腿排，是就完成了。您喜欢吗？哈、哦，是不是看得都很清楚？有，大家说明天可煮，明天马上可以做哈、哦。对，它也不需要什么这么着热炒啊，跟很。就是很热哈，在厨房里的非常热、嗯，家庭主妇真的夏天是非常辛苦的啊，非常辛苦的。嗯、再见喽，啊，祝福大家愉快，老师爱你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盘，啊，好吃的菜色。好 ，OK 了，拜拜了。拜拜